下踩一下子，如果是直接可以下踩一下子，大家看啊。 都在问说芦荟有毒啊什么？其实芦荟不是说有毒，它有一株，刚才你有没有看到？能滴下来那个是大黄树，那个大黄树呢是高度消养的啊，看一下啊，就这么播，很简单，在这边家里面只能这么播。